前是没有下雪或下线的状况，但是就在稍早，有民众说呢，刚刚真的有看到下冰线了。我们看看稍早宝贝，就是下一些新冰线之类的。刚刚吗？大概一小时前吧。是这边都已经都是雪了啊，这次这边都没有雪，上去是因为身体都是湿的，淋湿的，然后风比较大。嗯，对啊，偶尔那个风吹过来，那个冰线吹过来，可是没有很持续啊。嗯，对啊，你再晚一点，其实温度应该不会再更低啊。好，今天一大早，其实在阳明山那边就已经开始实施交管了。开车上来呢，一定要加装雪链才能够上山。那么另外呢，在二子坪停车场这边呢，如果你没有加装雪链，看来就只能依照徒步的方式进到里面的观景台。那么因为今天大屯山这边呢已经回温了，气温回到1.6度，下雪的几率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。但是呢，很多人昨天晚上因为9点多的时候大屯山这边下了冰线，很多人还是想要来这边碰碰运气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天气状况，在阳明山这边依旧是强风大雨的，也提醒民众到这边要多添加衣物了。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信息，再把时间镜头交还博妹。